出国做客户体验，科技巨头大厂 IBM 在台设立体验中心，也首度对外揭露办公环境的神秘面纱。你看过停车场有用绿灯跟红灯来分析这个车位有没有人停了，在 IBM 的办公室里面，同样亮起红灯代表这个会议室里头正在使用当中。透过预定会议室的基本动作，输入基本资料，开会人数系统同步回传后台，连会议室也能做出大数据。我们可以分析到哪些会议室是最多人使用的，所以在未来有机会做调整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设计会议室，是什么样人数要最多，五到六人要最多，十人以上的少一点，这种数据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连顾客体验空间也能靠拍照加上回答简单个人问题，做出性格运算，方便企业分析顾客需求。也着重办公室环境的还有台湾微软，不仅有娱乐室，甚至能让员工打游戏机，尤其会议室也经过特别设计，就是为了激发出员工的想象力。在分析别人之前，得先学会了解自己。微软 IBM 办公室大公开，除了超贴心设备令人称羡，也令人看到 AI 科技完美结合工作环境。这里是李慧萱台报道。